这边有公告。对，没有，那边有公告，已经可以了，你已经把最棒的拍好。他说，他就是说这个小区的榕树林经过鉴定，已产感染俗称树癌的核根病，根部腐烂，为避免公共危险，将在九月下旬进行防治，挖除病株，施入熏蒸剂消毒土壤灭菌，造成不便进行。他有说他的病征呢、啊？哦，没有，现在都有没有啊？上次那个也是一样啊，通通都用核根病啊。上次要砍龙竹没砍龙竹，现在犯砍龙竹了。根部菌尸体，根部出现黑色的腐败状况，根部腐朽容易树倒，造成生命惨淡损失啊。刚刚那些树是叫柳杉，哎，所以你看他说现在说这几个地方，你看他造出来橡树树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么多。这么多的地方都是要砍的、啊、你看一整圈、啊、你看要用植物区、天然新科学园区、球根花卉区、大校门、车门、榕树六到七，就是刚刚我们现在的位置、对啊，蕨类植物区七到八棵啊、然后香草植物区，香草植物区两棵啊，然后呢光华池畔这边有一棵榕树，我刚刚有看了、啊，这个就是其实这边他说不只是他写橡树一，可是刚刚橡树好多棵啊，一整片的橡树区跟包括所有的榕树，这一大块是砍掉的。这边呢，一砍就砍一整个七块的广土哦。我砍那么多地方，几个地方啊？你看，一、四、七、四、十一、十一、十四、十四、二十一。二十一，哈，二九，三十三一，三四，然后呢，四十。可是实际上没有列出来的又继续砍，所以中正纪念堂大概砍了50棵树。搞得奇奇怪怪嘛，然后把那树路就水泥又铺面越弄越多嘛，变成很热，弄不生。就是我跟你讲，现在所有公园最大问题就是水泥越来越多嘛，大树越来越少。你说植物园也是一个很天然，它这真天然，很天然的天然。对。荷花面头前错上一条，为啥唔知？荷花池头啊？都位都位。荷花池，最近头一次我看到荷花池啊，荷花池，因为现在荷花池前面有种个泥土会很大很宽呐、那个地方错很多，也砍掉很多，好大的树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以前也常去。以前那边很凉快啊，对啊，现在都热的要死啊，我都过来这边了。我以前在一边呢，然后10多年了，对。我知道植物园那边很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都最喜欢去荷花池，而且他们那些树很凉啊。对呀、啊，啊，现在很热啊，这是不能说我过这边。你说植物园现在变成很热，是因为荷花池前面的树被砍掉了，是吗？对、啊，砍掉很多年了嘛。砍掉很多年了。很多年了咯。哦，砍掉了以后做那个广场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这样了解了解。那地方，对，砍掉就很大树的砍。这个树根来讲啊，而且呢，这个整个树来讲啊，它是未必有得到那个树根病啊。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树不会摇钱呐、把树真的大树砍掉呢，换小花啦。真的，假如要砍我们的树呢，你就是应该砍掉大树，种大树给我们，就不是啦。砍掉不会摇钱的树，种会摇钱的花。这一区已经一棵树都没有了嘛？对，这边本来也都是树木区。这本来都是树木区是吧？对，你看都要变成啊，这里都本来都是种树的啊，
然后树弄掉啊，你看种一些这种草啊，用椅子啊，啊这椅子这没有树谁要坐这里呢？这没有树谁要住这里？哎，这只有半夜，而且你看，这本来你看这个坐这里就是因为那边有树，这边有树嘛，啊，像这边没有树谁要坐这里？而且这原来也都是大树的嘛，啊现在你看就是砍掉这些哈，不摇钱的树，种会摇钱的花，而且你看这些树的树根，对不对？很健康啊！啊，你看，他这时候他有得褐根病，你看他的，他这边的整个来讲，他都是很健康，这都是很健康啊，啊，这里都很健康啊，他怎么说他得褐根病呢？那你一个褐根病，整个中正纪念堂都树到砍光吗？啊，这边呢，你看就是砍大树种小花，啊，这一棵花不知道多少钱。不知道是不是跟花博的价钱是一样的？我看本来这一整片以前都是树木的，哈，这一块跟那边是一模一样的，可是呢，这边树都被弄掉之后，你看，好，本来有树的才会有这个有人坐的地方，而且连这两棵幸存的树也都砍掉了。可是他砍掉的结果并不是种给我们大树，而是种小花。因为花来讲，一两个月换一次，那才会有钱。真是，你看，通通都切倒下来了。他不是这一整排通通都要砍的。这整排都是要砍，你确定？我们去问一下好了。不用，他围起来。好，你说。好，这边本来一大片都是大棵的树。是。然后他来改种成那个植物园区，植物园区又管理不当，就像杂草丛生的地方。你说现在变成植物园区？要用植物园区哦，变成要用植物园区。可是呢，你看种的这样，就像那个荒地一样。哦，换成药物植物园区。对，可是就搞得又像那个废墟啊，有美吗？管理不当嘛，你种的。对，为什么要把它改成药物植物园区呢？哈。对啊，可是你改成要用植物园区，你又没有种梅啊，又这样跟废墟一样啊。就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树嘞，这植物园区它都是这整片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棵树，原来这一大片都是树的，那现在这边搞光，这一块地又没树了。对，就这整片都没有树了，通通变成草。那边开始哈，是有很多地方是要砍，可是我刚看那边哦，嗯，比较没有。你说吧。好，我说你看这棵树是不是？这棵树，嗯，哪一棵？哪一棵？你看啊，这棵树你去照它哈。这棵细的吗？这边细的，它是健康的哈。嗯。这边有两棵，但实际上来讲，你看这边有种四棵，这棵也是，这棵也是。你看那棵就知道说它是健康的。嗯。只因为这边呢有一棵两棵的榕树得了合根病。这整个区块的健康的树呢，就要一起陪葬。嗯，那个有生病吗？嗯，目前他是一整片。我们赶快过去去问。